Hello， 各位，欢迎收看本期影片。各位，我问你，如果你当你今天遇到小丑的时候，你会用什么角色来打他？哦，这大佬对不对？那个小丑确实蛮难打的，有啦，可能用书啦。OK， 那如果今天，因为其实你用书打他，其实也好像没有到很好受。那如果我今天告诉你，有一只角色超级好受的雷，而且书被 ban 了。我们这边呢，先帮队友强制凯恩。来，你注意看这个 BP 哦，反正呢就是对方这里，因为我们手枪凯恩输个 Boki 啊，被 ban 掉了，所以呢他这边就选了一个那个小丑哦，啊不是，他没有选，他没有选，当然后面会选哦。OK， 就是他选了一个什么小丑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有很多种解法。第一种是什么解法？第一种是出一只坦克，直接弹在他前面，他痛苦不已。OK， 那叔叔呢？还有另外一种解法，叫做什么？我这场不出射手，但是我要点塔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出一只可以打他，而且可以点塔的角色，叫做蓝。而且对方手很短，有没有发现？对方手很短，物己、刀锋宝贝、小丑碰不到我，青燕碰不到我。罗，他这里选罗就大错特错，他其实选一个那个手长一点的会更好。然后这时候那个队友问我，妈我是八七，然后我没差，哦我没差。然后我这里跟他说什么，我打小丑，我跟你讲什么叫屌打，如理解上的屌打，你等一下看好了，你绝对吓死。OK， 反正这时候呢，那个穆家爵就嘲讽他自己的，我们就不理他。OK， 那首先第一个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样子选，因为敌方手很短哦，这是有个前提，因为敌方手很短。如果今天敌方手很长的话，我建议你就不要这样子选，你会被他们被打爆。OK， 那这个前提是在敌方手很短的情况下才选的哦。OK， 这是特别注明一下。那这里呢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因为我方辅助是一支。什么凯恩？对，我如果选其他射手，我被压烂，我被压烂。但是你有没有看到，现在是我压他，他敢过来，他就准备吃我伊普，他头就爆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头就爆了，所以这个小丑不可能出来，这小丑别想出来，他出来就是等着被我打。然后这里呢，就等他，因为他一定会丢一技嘛，然后一技一开始是800滴，所以他这里血没有算好，但没关系，我们这边是我帮他算好的。再点一下，头又爆了。前期小丑原本可以压线吊打我，现在换成什么？我一个人可以吊打他，有没有？小丑原本是拿来压敌方的射手的，但是我们直接利用这招直接把它破解，而且我可以让我的辅助超佛放，我的辅助真的是超佛放的，这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然后这里故意控个兵，让敌方掉线，然后这里哎、欸、没机会，然后那就算了。但是没差，我们队友过着爽爽爽，因为他们。很舒服啊！前期的凯恩一直在旁边弄弄弄弄弄，你是受不了的。然后那只小丑哪里都去不了，哦，哪里都去不了。然后我们这边就普攻他一下，一技能再普攻，你看他头又爆了，是吧？可是这里我失误，我这里应该去那个什么，应该躲一下的。然后这里就准备塔杀了，因为我已经先抢四了嘛，哦，先抢四了。然后这边一普，然后大绝扭掉，然后这里就交给队友，然后就一路向北，然后这里就扭，因为我们出那个什么急走的。哦，出急走的，然后拿一个这个补包，就是阿内从头压到尾，看到不？就是阿内，然后反正呢，你蓝该做的就做好，不然蓝就是在那边跟你做拉扯。OK， 那这里呢，那个什么刀锋宝贝，因为他有大，所以我故意他有两次大，所以我就故意是站在后面，因为他刚是大完之后，他一直普攻，一直普攻，一直普攻。那你要去算敌方的招 ，OK， 这是很简单的，所以我不能一直。我不能直接贴上去，然后衣服他会直接跳大到我身上，而且他也知道我没有大绝哦。如果我刚硬要往前挤的话，你会直接死掉。所以我们就在旁边慢慢丢，慢慢管他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就是你要知道敌方用什么招，然后我再出招这样子。然后现在呢，情况变得更好笑，对方现在必须派两个人来守我哦，派两个人来守我。那我没差，你看我们家洛克多么的爽，到处跑。我一个打两个啊，理解上完全不一样。原本小丑可以吊打我的，我现在变成是，不好意思，我来帮你们吊死喽。然后你们还在前面跟我嘻嘻哈哈的。现在你那个小丑的二技能对我来说也没有用，然后我们就一直留，一直留，一直留，然后就过来，他们就要爆了。
就一个人就可以扛住对方两个人，而且是很舒服的扛住。然后这个下路就基本上没了，哦，就一定没了。然后就舒舒服服的直接把下路撑住，然后甚至我的塔一下都没被摸掉，而且前面的时候都是我自己一个人，有没有？我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小丑，然后我也没办法，我懂，因为我是一只法伤角色，而且重点是我还可以点塔哦。然后现在对方又要来找我麻烦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对方三个人要来找我，但没关系，我就跟他拉打。我另外一边舒服啊，我让我队友舒服啊，我没差，因为他们击杀不了我的哦，他们击杀不可能击杀得了我，因为我有大哦，我有大局，那就可以对为队友拖很多时间嘛，这就是我们要发挥出来的价值。有时候你会觉得，哎、欸，这场为什么就是打一打打一打，然后就很舒服，可是为什么另外一场的时候就是打一打然后不太舒服？其实你要去了解说，有的时候。游戏里面就是毕竟就是团队游戏，就是你的队友如果有舒服的那边，那肯定也有不舒服的那边。OK， 如果是正常的实力的话，哦，所以你必须要去做斟酌。为什么你这场可以过得那么舒服？那肯定是有队友在帮你做 cover。那如果这场为什么你过得那么舒服？那肯定是有队友在没有帮你做 cover， 懂我意思吗？就是很简单。好，然后所以呢，有时候记得玩游戏不要只看单一的一个东西，就像俗上面说的，我希望各位要有这个。我最近也觉得我有点找回以前的感觉了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我生病之后，我觉得我做事就比较变得比较没有感情，就是以前的那种感情，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就是有点变机器人。然后，可是现在呢，我觉得我好多了。医生也有跟我说我好多，然后我就开始。就找慢慢找以前那种感觉，那种步调，那种一直想着新的东西，然后什么套路的那一个概念，你懂意思吗？像算了，那个就不多讲了啊。以前叔叔之所以在这个那时候，叔叔真是红，现在可怜，但没关系，现在一样，我要把。以前的自己找回来 ，OK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就一样跟敌方出个拉打，有没有？舒舒服啊，对，蓝的那个疾走啊，你要带瞬移也可以。那两个差别就是，疾走是拿来拉打的，然后瞬移是拿来开战的 ，OK。瞬移就是你可以二技能，然后就瞬移过去开战一波。那我带疾走，我比较喜欢带疾走，原因是因为我出蓝的话，我就是要跟敌方做拉打 ，OK。然后这边一样一技能，然后再一技能普攻，然后二技能。一技能普攻，然后地方全部冲过来，大绝，嘿嘿，没得逃，一技能，拜拜，然后一次带走两只，然后继续追，一技能先按，然后再二技能，然后普攻一技能，有没有？舒服，舒舒服，度假系，刚刚是几打几啊？有点忘了，几打几？刚刚是三打五嘛，对不对？刚刚敌方五个人冲过来，然后我们三个，我们刚一开始只有三个人，因为那个什么蝙蝠侠跟那个洛克不在，但是我的手很长，啊不，因为对方手很短，碰不到，懂吗？这个直接让对方受不了，然后这个罗还在那边给我嘻嘻哈哈来做一下补攻送你，打罗就是你要等他的那个那什么技能放完，然后这边一样继续做拉打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超痛？超级痛，而且我们点他也很快，因为我出米咒，有单压、双压、加母压，对不？超级无敌鬼。然后对方呢，手太短，碰不到我，他没有办法 poke 我。我跟你讲，蓝最怕的就是那种手太长的那种 poke， 我一下头就破了，没有办法跟你打哦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这场就可以，这样我就变得很舒服。所以看套路来出套路，来这边这个人要死了，来啊这里，拜拜，哦他死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伤害超痛哦，伤害超级痛。你不要小看蓝的伤害，蓝的伤害真的是超级无敌高，尤其是在他出那个那叫什么十字架，贤者领域哦，贤者领域忘记了，每次都要背那个装备的名字，我连歌词都背不起来，装备名字懒得背，反正就是那个十字架出那个之后，哇，那个真的是冲得爆 ，OK， 然后你再加上你的密咒。点人一下，头直接裂，哦，头直接裂，而且重点是我点塔也超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点塔等于是有两层的伤害，你懂我意思吗？
等于会有两层的伤害，因为我的一技的普攻出去是一个强化普攻，我的一你有没有看到？基本上有三层伤害啦，一个是我的物攻，所以我的光是一技能就会高达你单下点塔的，我是三下分开一技能的强化普攻，然后我原本的物理普攻，然后加上那个什么，那个我的那个密咒，所以等于会有三下。痛嘞，对，然后这里就有点尴尬，因为我要吃懒，就被他把我抢掉。但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，不小心的。而且我们连下监狱他，不是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基本上我已经无敌了，因为你看，光是这样子一直做骚扰，对方已经受不了。我点一下那个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伤害？超过一千啊，哇，超级痛！我点那个塔的那个伤害真的是超烦。他这里是因为没有兵，这没办法。然后就在旁边，你，然后那个小丑前面直接被我们压烂，他完全没得打，他这场已经爆了，他这场已经爆了。小丑最强就是他的前期，他的前期被我们剥夺，然后后面就是无情的收割，对，无情啊！这场后期偏无情，游戏直接结束。所以呢，各位最后要告诉你们，很多东西你不要被局限住，不然你永远都只会踏在别人曾经走过的路上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别人先开创了那条路，然后你再走上去，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超越他。如果你只是一直跟随着别人的脚步的话 ，OK， 本期片希望给你们一点也不算人生的观点啦，反正就是游戏的观点，我自己。虽然我的人生的观点也是这样，不知道，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大家应该都听过贾博士吧？如果没有贾博士，我们现在应该还在用折叠式手机吧？可能就没有手游。如果没有他的创新的话，所以记得，创新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。OK， 虽然我对现在的，算了，不多说，好，不多说。我只能说，目前 GCS 我有感受到几队有在创新，但是有几队就是打的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。那你就基本上你在基本功上，你只能用基本功跟人家拳头硬碰硬。那这种纯粹拼实力的地方，如果有拼不赢的话，那基本上输定了。OK， 如果喜欢这样的你们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哦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直有人留言叫我秀什么秀手比笑，我刚是秀。